撤了！王德，团长，你的炮一定要拿下那个机枪阵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但是不能伤到烽火台。什么？不能打烽火台？王德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物，你懂吗？那是文物，一点都不能伤到。你少废话，要让你的大炮长眼睛。是，只打敌人，不打烽火台。走开！ 烽火台，烽火台，步兵，烽火台，一千八百，给我堵四百。团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需要炮火的支援，你给我把敌人的机枪阵地盖住。团长刚传下命令，那个烽火台是老祖宗留下的，不能开炮。那是敌人的机枪阵地，烽火台拿不下，谁也别想活着穿过去。再说一遍，那个烽火台，不能往上开炮。妈的，团长没有说不让你打敌人吧？ 炮兵的责任就是给步兵打开通道。我们现在三个连队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山坡上，你他妈的还是不是我们？你他妈的，服从命令你懂不懂？我不懂服从，愚蠢的命令。同志，难道革命战士的性命就不如那几块留了几百年的破砖垛子吗？刘军瑞，走，给我瞄准，你敢！ 我的小命放在你的手里，懂什么是军令？可我告诉你，小镇山今天就是打算拿这颗脑袋换烽火台上的机枪阵地，换我们红四连战士的性命。拿着，你疯了，张连长！哎，放开！ 你是觉着你捅的娄子还不够大是吧？纵队首长明确规定不许打烽火台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向团长交代？你急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敢做敢当。好骗我告诉你，打仗一定不能害怕，打仗他。团长，敢做敢当。江振山，你觉得这仗打得怎么样啊？嗯。 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仗让你打的越打越精彩，胆子越大越大，你是狗胆包天。让你打北平，是不是敢把北平毁掉？啊！为了解放北平的百姓，为了战士的性命，该打还得打。起来。 就你这个德行，进了北平也会被老百姓赶出来。我不跟你废话了，去把他带到纵队司令部去。团长，还是让我打完这一仗，再出发我吧。我出发你？我没那么大本事啊！不是我周国华不让你炸烽火台，那是野司的命令。团长，能不能让他戴罪立功啊？ 免去你连长职务，由郝平代理。是。打完这一仗，再处理你。报告军座，孙副官已经救回来了。军座，没有完成您交的任务，陈团长也下落不明。你们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。 为我们一师二师的队服赢得了时间。二宝，立即送孙副官到军医疗队，让他们马上送回北平。是。
报告，总得几点了？去吧。 报告给周团长。是。报告，我军西北方向发现敌军。知道了。转。李长义向沙王命个护马枪啊！报告，东南方向也发现敌军在运动。继续侦察。是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 纵队和其他各独立师正在向我们靠拢。守卫义军对我部的合围，正好让我们对他们形成了内应外合的围歼。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大部队来啊？时间呢？李昌义是摆出一副长蛇摆尾的架势，而我们应该寻找他的薄弱环节，避其锋芒，各可兼得。现在战场的形势。 目前仍然是你抢我夺，你弱我守。那么我们在等待大部队到来的同时，必须要把我们的力量发挥到极致，化劣势为胜势。二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仗打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们不能再墨守成规了。 平常团指挥营、营指挥连这样一级一级的指挥下去，这一套太慢了。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应该打破建制，不分区域，跟敌人犬牙交错，四面出击，见到敌人就打，方式不限。发挥我军近战夜战游击战的本领，这一点我们要向乔振山学习。奉告是大法。 好，让李昌义也尝尝我们的厉害。李昌义毕竟是晋绥名将啊，他佯装撤退，就埋伏了一个团，想打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那好，今天咱们就给他来点野路子。这是各国军事院校教科书里没有的战术，怎么样？好啊，王参谋，到。命令各部自由出击，主动寻找敌人。 可以不必行事，一定要主动出击，有不停的打。是。哎，看，前面就是攻入的主航口，我们从这里拉下去，刚好就让前面的敌人，给他们一个神兵天降，让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你们直接赶到敌人前面了。我跟上。 这一带应该是共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，传达下去，让部队多加小心。是。都跟上。阿兵，你们两个去那边。
这是金钩之鸟，才打了几枪，人就跑了。打散了就不管他们。团部的命令是找敌人的衔接部的。我们是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，拿他们的心脏，撤，撤。金子连向武器高地方向前进，不快会有事故失去联系。要不要派人把他们找回来？不用。 线缆找不了了，我们不然我们推一推试试。好，哎，我们几个把车推下来。一二三，推！枪声离我们很近呢，哎，快把孙悟空先扶下来。 前面的村子里面，用足金哨要爆炸一下，快走！报告军座，205师和180师已经到达指定位置。好。报告军座，305师在黄山店附近遭到小股敌军伏击。 前面了，快走！谁呀？来了，来了！哟，长官，长官，这里有没有共产党？长官，我们可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。 老人家，我们是城里的中央军，奉命进山剿共。想在您这儿休息一下，当然，我们会付给您钱。如果打扰您了，还请谅解。长官，这么小的房子太破烂了，也没收拾，太破旧了。山里的老百姓很苦，这我们知道。但您放心，只要我们消灭了共产党。 大家就可以安居乐业。大娘，孩子的父亲呢？死了。是战死的？是。